说什么？爸，我们三个都是你女儿，三个加起来才50%的财产，还有50%你给谁啊？你跟我讲，你到底是给了谁？那50%很重要的。哇 ，steady 嘞！你这件衣服也 steady 嘞，我该可以穿这样多数啊！啊，阿姐，怎样？这几个 gangster 哈，这样嘛收嘛收，我们两个哈这样小只，怎么可能一手打一个 ？Not logical, right？ 哪里不会 logical？ 你们两个的角色都是空手道黑带嘞。可是画面看起来是有点假。还有啊，你看我们两个人打人的 style 都是一样的 ，It doesn't look good on us。